嘿，你张成又怎么扎成 Lucky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悟星，今天跟悟星一起玩 Bless Up， 我是幸存者。Yep， 这一集 episode 是第60集。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耳朵一直是处于耳鸣的状态，所以我现在听得到自己的声音，听起来很奇怪，对不对？悟星，我们今天第60集要做些什么东西啊？我们打算呢，先分开行动。不过我们主要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我想要发展一个物流系统啊。物流系统就是 AE、oh, After Effects 是不是？就是 Adobe 的那个我的后置、oh, 对后置系统没有错，是那个没有啦没有啦，那个叫做 Applied Genesis 啊， oh? 它就是一个还蛮方便的物流系统，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一堆杂七杂八的东西给它放进去。再也不会看到阿森全身上下乱乱的。通常听阿森讲这句话，通常八成都是假的，因为就算我们做出了 AE 系统，我的包包还会是乱。那前几集的时候，我们一直把我们的箱子弄坏，我们找到了这个新的箱子。耶、yeah, ，这个箱子其实一直都存在这模组包，只是我们都没有好好利用它。Yep， 而且它很大哎，它可以往下拉哎，超大的箱子，对吧？有个拉杆可以往下慢慢滑，然后它还可以再升级更大。哦，你说还有别种吗？我看一下啊、哦。我有看到这是 Tin 的箱子，对不对？对 ，Tin 升级，然后 Tin 升级的话，你可以看到它还可以再往上升。看一下哦，它可以再变成什么？黄金升级或者是什么青铜升级？哦，对，然后黄金升级还可以再上去升级到钻石升级。其实还蛮酷的，黄金然后变成钻石，所以这应该会很大哦。上面有写。什么 burn time 是什么东西？哦、burn time 烧制时间哦，它其实是可以可燃物啦，就是可以当成燃料烧掉。哦，谁会烧这种东西啊？不用之后就拿来烧这样子。嗯 ，Bob 们一直说我们没有出去冒险，所以今天如果你想看冒险视角的话，你可以看阿神这个地方的视角。那如果你想看悟星的科技视角的话，你可以看悟星那边的科技视角。所以我们今天会分开来行动，在 Blast Off 里面就会有冒险的视角，还有科技的视角。那晚上我会出去冒险，然后我应该希望不要跑到太远的地方。那白天的时候我回来支援悟星，所以我们走喽。OK， 那如果要去打怪的话，我们可以，比如说可以多打一些蜘蛛跟 Enderman 吗？好的，没问题。那我们还蛮缺线跟羊毛的。不行不行，我可以跟你借一下武器吗？哦，十字弓吗？哦、OK 啊，对啊，我还是用的比较顺手，你那个东西长弓真的不是那么好用。呀，来这个比较好瞄。谢谢。好了，我拿到了悟星的家传武器，我现在要出门冒险了，所以要打一点 Enderman 还有蜘蛛。Yes， 然后。那其实上一集到现在一集之间的话，我做了还蛮多隐藏设施的。哦，我刚刚光是经过的时候就看到一个了，我出门的时候就看到一个了。那个地上有那个不是一般的玻璃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那是我把玻璃切成薄片啊，可以比较方便通过。啊，为什么要切成薄片啊？比较，因为如果是一整块玻璃，我们还要跳过去啊。嗯，哦，想说下面留个通道，这样怪物可以通过这样子。我刚刚看到那个 Creeper 骑 Creeper 挺可爱的哦，连体婴嘛，还有时候骑三层的样子、啊，常常遇到这种东西。对，外面挺可怕的。我的雷射货真的好多，但是这个花好多钻石。所以你要我打蜘蛛是要打到什么东西啊？悟星？哦，主要是线啊，因为对，如果我们要升级那些箱子的话，是需要羊毛。但是好哦。我们搞出 AE 系统的话，应该是不用再用那个箱子了。了解。AE 系统其实是懒人的福音啊，它就是你不用整理箱子，你就把东西通通丢进去就对了，塞进去就对了，它会自己帮我们整理。也不用整理，就是用那个打关键字搜寻物品的方法。哦，我懂了，它就是不会乱糟糟的在里面，你只要打出那个关键字，就有点像是 NE。如果你有很多很多东西在里面的话，等于就是 NEI 的包包这样子。对啊，就是像一个硬碟一样，你把东西随便丢进去，然后从档案总管慢慢找这样子，直接搜寻就对了。Yep。然后，对，然后这边这个雷射我扩增这么多之后呢，我可以直接把这个矿物丢在这个箱子里面，然后它就会哦被雷射来磨这个矿。我磨完矿之后呢，就会丢到旁边这个烧炉快速烧，还蛮快的。Okay。我现在这边看到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creeper， 有各种各式各样的颜色，不同的颜色，这应该是对，这应该是这边陨石的功用的样子。那希望我在外面不会遇到太恐怖的东西，我不想再把我的李子变成紫色了，好不容易把它变成普通的颜色，普通的颜色啊，对，还有一种稀有的生物也可以找找看有没有，就是桑姆、
个召唤师啊。召唤师？不是巫婆？其实就长得像巫婆，只是他的名字叫做 Summer， 就是召唤师。我看到一个很像巫婆的家伙，他叫做 Summer， 是不是？啊，他就是，我找到了，就在你这，所以跟着他吗？哦，就打死他会掉一种东西，有时候也蛮好用的。哦，掉了，有了。你是说那个骷髅头的那个对，它可以取代中介珍珠吗？可以帮助我们做那个魔力珍珠啊。哦，巫师，你再多讲几个稀有的东西，我看它就会冒出来。你就像是一个，我就像是一个许愿池，你知道吗？你讲什么东西就会冒出来，所以你再多讲几个。Yeah.我讲几个，还有那个带着蜘蛛宝宝的蜘蛛妈妈，哦，也许前面那个就是这个是吗？那个不常见吧？那个主要是要拿到他的蜘蛛蛋。哦，你是说被我做成蛋糕的那个吗？对 ，ouch， 我被攻击了。可以做这个蛋糕了。其实我今天出来冒险啊，是比较想要拿到那个叫做黄黄，不是黄黄，橘橘的爱心。有没有发现我们的？这边有一个爱心哦，红色爱心吗？红色爱心。那我想要再多打几个，这样子我们才有能力可以去地底下冒险呀。我们可以扩充自己的心脏，然后要是我们愿意的话，也可以多打一些盖亚刷黄色心脏这样。可是你说我们要至少要十个才能够黄色，才能够有下一阶的心脏，不是吗？可以同步进行。是呢，你要做黄色心脏罐，哦，也是要用红色心脏罐再升级上去。哦，了解。对，所以等我们，哎呦，等一下我看到一个色心脏啊，奇怪的 creeper， 他是 boss。哦哦，精英盟。哦哦，站远远的用弓箭。他那个黑漆黑那个，哦，他挂掉了吗？不知道，也有可能他会隐身哦，要小心。也许他挂掉，哎，不对，他没有挂掉。应该挂了吧。然后我这边也用那个三倍化矿物啦，就是我们实在太缺铁的时候，就特地用这个东西来三倍化我们的铁。三倍？对，可以一个原矿得到三个铁锭哦。哦，我们昨天上一次不是昨天，在上一集 episode 的时候不是只有两倍吗？对，然后这个三倍化的话，就是需要一些钻石跟黑曜石啊。对，但是因为它速度不是很快，但我们真的是太缺铁的关系，所以我就用这个来专门处理铁。啊啊，哦，我刚刚吸到那个头颅，对，好恐怖。好好，没关系。然后再来呢？什么？发生什么事？我去！我刚刚箭射不出来，外面现在有点激战，不行，等我一下。OK， 我看到外面一直在打嘞，对，体力中。OK， 好，你刚刚说到三倍化的矿物是不是？对，因为主要是缺铁啊。为什么会这么缺铁？因为我在发展那个 pneumatic crab， 就是那个气动模组啦。对，它会需要很多压缩铁，就是等于说需要很多铁锭。其实，在这款这个Blast Off 里面，很多一大堆的模组都需要铁啊。你根本就是用到哪里都需要铁，而且这游戏里面的铁，从正常的你野外的取得方式来说的话，应该算是蛮难的，就是数量很稀少，就是很久很久只能找到一两个，好麻烦了。然后，对，那气动模组为什么这么耗铁？因为我要做的是一个叫 printed circuit board， 就是已经插了电晶体的电路板。嗯哼。然后它光是靠这个气动模组来做一个电路板的话，我看哦要用掉几个铁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七个，光做一个电路板就要耗掉七个铁锭啊。那你做一个东西需要几个电路板啊？一个，比如说一个机械方块好了，可能用到四到六个电路板哦。嚯，所以就要用到一头拉库的铁。对，所以后来我是找到另外一个方法做电路板啊。对，不过我这边还是示范一下。用气动模组做电路板的方法。那之前的话，我们是用泡那个酸液，就是洗电路板的方式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直接丢进那个地底下，你的脚曾经还被泡进去过。对，然后现在我已经做出了第二阶的装置了，就是用雷射直接雕刻的方法。哦，因为我们家有雷射的东西了嘛。哦，说到现在已经是白天的时候，我回去帮你，因为外面也没有怪物了。我回来了，悟星。OK， 我现在在设置这个什么 assembly controller， 就是这叫什么 assembly， 就是生产线的意思吗？嗯哼，
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些机械触手有点像那个什么晶圆代工厂啊，或者是汽车维修厂那种机械手背啊。哎呀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啊？这上面这个这根本你是要重现恶灵古堡的那一幕是不是？走过去滋雷射雕刻滋滋滋，只是现在好像没有东西可以烧给你看。我们来没关系，我们丢个一组鹅卵石，它应该会磨成什么、啊、看看你把它丢到哪里去啊？哇、wow、哦，对，我丢到左边箱子它就会磨，然后磨完之后呢它就会丢到右边那个烧炉进行烧，变成玻璃嘞，蛮、方便的。然后其实这个烧炉不只是来做矿物处理而已，你可以直接把一些东西丢到这个箱子，就可以很快速的烧，因为它烧的速度非常快。我们在上一集 episode 结束的时候有看到过，对，所以假设要烧什么东西的话，可以丢到这个箱子，它就会非常快的帮我们烧。好的，那我先来整理一下我的包包，因为我把很多东西一口气通通丢进那个异次元包包里，所以我相信我们的异次元箱子里面应该是一大堆垃圾吧。哦，我清空了啦。哦，你清空了？你怎么知道我把东西丢进来？哦，没有，我刚之前清空了，可能你刚刚丢的没有清、哦、啊。对，我想说，刚刚我才丢进来，你就马上清空，是怎么回事？哇，清太快。不过以后有 AE 系统，它都会自动帮我们清啦。也是。好，我们来帮悟星。悟星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帮上忙的，或者是你会需要去外面找到些什么东西？这个人目前好像不需要吧，我只是想要讲解给阿神听。OK， 这上面的东西我看都看不懂，我看得懂上面写 standby， 这一点都不像是 Minecraft 里面的东西。对，这个是雷射手臂，所以我现在要给他放射一个 programmer， 他就还是惊叹号的样子。对，但是因为上面写 standby， 对对，因为他现在没有正确的那个设置好，所以我需要一个扳手在这边。Oh my gosh。这边的东西已经远远，包们你们自己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已经远远超过我的脑容量的范围了。好，继续吧，悟星。对，然后现在它已经 standby 好，没有惊叹号了。对，所以这个 assembly 就是生产线，主要就是来制造这个未插电晶体的电路板。所以左边这个气压的这个东西跟这个有关系吗？还是同一个模组的，主要就是要靠这个气压锅炉来压缩一些基础材料，然后用这个那个生产线来做更进阶材料。所以说你可以把这个东西丢进这个箱子里面。好的，进去吧，这个是 PCB 板。对，然后呢你就可以看到那些机械手被产生一些神奇的反应。哦，它上面写 running， 正在作用，它把它夹出来了。 Yeah， 然后夹到那个操作台，然后雷射就开始进行雕刻。滋滋，这也太酷了吧。然后雕刻完之后呢，就会再把这个雕刻完的直接放到箱子。哎、欸，它上面有纹路嘞。对，要用这个方法就不用再泡酸液了。啊，可是泡酸液不是感觉比较简单？可是泡酸液你要等上5分钟的时间。哦，这个一下就完成了。对，省时间的方法。对，可是会消耗稍微多一点点能量，不过其实这个就是比较快啦。对我们现在能量来说，没有很大的要紧。那这个晶片已经好了，它可以做什么？哦，我们就是可以插那个电晶体，刺手收的电晶体。哦，所以它要你说要7个还是8个，对不对？对，总共要7个铁。所以说这个方法实在太麻烦了，哦，不太贵了。所以我后来发现另外一个新的方法，我们可以去楼下看一下。再贵不会比我整个把30几个铁丢进去那个还贵。没关系，那个铁可以慢慢挖回来。那就是靠 AE 自己的方法来做那个电路板。好、哦。可以看到这边有个 inscriber， 这是压制机吗？上面这个吗？对，首先哦，我们要准备一个系，好，所以我们要拿的就是这个 skystone， 可以看到地上这个陨石，对，就之前在那个野生的黑黑的超大颗的陨石啊，外面那一坨、哦、就是在我们战斗的地方。对，然后我们要拿那个，就把陨石放在这个 hammer 上面，然后敲它。啊啊啊！すみません，我再一次用左键，扣扣扣扣。有时候都会搞不清楚到底是左键还是右键。我拿到了，真的气球，对不对？对，它是硅，硅哦，气跟硅好像都是同一个意思，对，是同一个意思，只是会翻成两种东西。对，气硅 silicon， 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 silicon 搭配一个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个箱子，里面有陨石箱子，对。这个里面有4个不同的那个压制板 press， 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我想问的是，陨石箱子跟一般箱子差在哪？好像没有差别啊。没什么差别，它这个只是好看而已。外观是吗？对。然后这个压制板它很麻烦的地方是，它没有办法制造。啊？
他是送的是吗？就是必须，我的思考，他必须要那个怎么讲？你干嘛思考丢掉？我背包乱掉了，没关系。他必须要去找野生的陨石，然后我们不是在外面有找到一些特殊陨石吗？苹果。我刚才想吃掉，对，我们刚刚看到特殊的陨石，就是说一坨的那个，对吧？对，然后其实那些陨石的正中央都有这种放这种箱子。哦，真的假的？你说把它挖开，里面就有这个箱子？对，然后箱子里面就会随机生成一个或两个这个特殊的压制板。哦，是这样子哦。对，这只能用这个方法来取得，然后取得第一个之后，就可以用铁砖来复制第二个。好诶，那我出去外面有看到的话，我再去挖挖看这个东西好吗？对，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收集全套的压制板了，所以我们是需要那个陨石本身。哦，了解，就是你说这个硬硬的陨石吗？对，我们要做戏就必须要用这个陨石来做，所以你现在可以把这个龟丢到这个压制板的中间，丢进去。对，看看到这个压制板有对左边，然后它就会开始进行压制。有哎，那我等一下出去外面的时候，我就来一边打怪，然后一边挖这些东西。我做出了龟板，龟板对，就是我手上拿这个龟板。然后呢，我们还需要，因为我们是要做这个 logic processor， 叫逻辑处理器嘛。是的，所以它还需要一个黄金来做这个基础的，这个叫什么 logic press。不是真的很复杂、欸，所以你是说 A1 模组是外星人的科技就对了。我简单翻译一下，对，因为我们要从陨石取得，太莫名了，莫名其妙。有了这个黄金的，比如说这个黄金的这个叫什么？黄金的电路板嘛，还有那个东西，逻辑电路板，还有一个叫做硅板，硅板，然后搭配一个红石。把这三个一起丢到那个压制板就行了，放进去，放进去，然后再放进去，对，然后他就把它压成这个基础逻辑元件，这等于是把它们合成上去，对，然后刚好放在箱子，然后你再把，哦，都给丢给你好了，把这个放到这个 hammer 来敲，这有点像是数码宝贝那个，就是数码宝贝超进化的那个东西，等等等等，然后就可以敲成我们的，哒啦电路板。可是没有比较方便啊，这比较麻烦，上面那个比较省时间，是没有错。但是这一整套流程只需要消耗一个黄金。对，可是我们的铁真的有缺成这样子吗？我们黄金有700个，铁才100个，130。对，好吧，那可能就要麻烦悟行了。那我等一下去外面的时候，有找到更多的陨石会把它敲回来的。你是说那种大大圆圆的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那个陨石其实有方法比较方便找，因为它其实出现距离不多。嗯，我来做一个指南针好了，它有个特殊指南针，专门找陨石的指南针吗？对，我来做一个好了。这又是什么？你怎么把史莱姆关进去了？哎，你说到哪一个？这个啊，一台史莱姆。哦，这个是把那个史莱姆树叶方块拿去岩浆融化，就变成这样子。我想说，你在我不在的时候，你对史莱姆做了什么残酷的事情？我们把它液态化，等一下就可以把它固态化回来。太恐怖了吧！呀，能屈能伸就是史莱姆，来，就是这个指南针。好，拿到了，这个东西是陨石罗盘。对，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有个指标嘛，它对指的方向就是陨石的方向。所以我要指北哦哦。对，只是要注意是，就算你已经挖完的陨石，它还是会指，所以你可能要稍微记一下哪些地方已经挖过。好的，那我先出去了。OK， 拜拜。然后，我的陨石指南针一直转呢。如果一直在转的话，代表那个地方可能有陨石。哦，你已经找到陨石了吗？这么快？就在门口啊，它就在这里就开始在一直转了。这里，汪汪汪汪汪汪。对啊，不会是这个吧？是陨石盾牌的关系吗？也有可能是在这地表正下方。对，不过我不是很清楚这种特殊的地形会不会失准，就是了。了解，那我先离开这个地方好了，我再去其他的地方。对，可能要跑远一点。对，他一直指着那个方向，我不想去那里，应该有别的地方吧。所以跑远一点，他会再记录下一个陨石在的地方。对，就是离另外一个陨石近的话，他就会转向。好的，哎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在正前方就有一个，不过现在天色已晚，所以我要拿出我的杰西，小心不要被干掉。我现在的理智已经来到了78.9。哦，前面那个是什么？红色的，红色的陨石，红色的陨石，红色的陨石。你说地上的石头是红色的？对啊，
哦，这就是那个我们身上穿的装备的那个陨石啊。哦，呀，奇怪的那个，有兴趣可以挖挖看，只是我们应该是不缺陨石啊。奇怪的 ，Creeper 在里面，出哪来？外星 Creeper， 好像是，可是他不见了。是我干掉他哦，烫烫烫，小心哦。然后，掉下去了。其实之前在我自己在慢慢发展的时候啊，应该说我们在发展的时候，除了素材不够之外，另外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合成步骤太过繁琐。真的。所以我就下定决心一口挑战一口气做一组的钢铁肥肥锭。什么？直接做出64个钢铁肥肥锭。你一口气做64个？对，我后来发现其实材料都有，反而最麻烦的就是你最意想不到的地方。你知道哪一个材料是最麻烦的吗？哪个材料是最麻烦的？纸。纸？你是说甘蔗吗？对，因为它一个钢铁肥肥锭要用掉一个魔法木头啊。哎，对，一个魔法木头就等于一个书柜外加四本附魔书，也就是七本书，也就是21张纸。OK。所以我要做一组钢铁肥肥锭的话，就是21组的纸。哦、oh, ，我懂你的意思了。哎、欸，我的罗盘又一直在转，可是我附近只有看到陨石，没有看到。它有可能是在地底下哦，这是比较麻烦的地方。哦、oh, ，所以对，有没有看见？宝宝们应该看到我的罗盘一直转，可是这附近都只是一般的坠落。哎、欸，是坠落流星吗？就是另外一个陨石模组，对。不是不是，我们要找的不是，我们要找的是圆圆的那个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那圆圆呢，有时候在地表上，有时候在地底深处。我又找到召唤师了。哦，其实我们不知道要不要用那个透视 bug。哦，你是说把自己关起来那个吗？对啊，然后就可以看到地底下有没有空。不行，我看到奇怪的设施。Evil Spark。什么 Evil Spark？ 哦。你打死了一个钻石工具。哦，不，巫星，我找到了另外一个跟我们家很像的地方。是哦，你在往哪个方向？等一下，有透明的东西。嗯，哇，我该怎么记录我这个地方？我给你坐标好不好？好。我们在的地方是X1008 Y 是65 Z 是668。668，这个是你之前说改版会出现，可是不应该出现在我们这里的那个东西吗？是吗？我赶快来冲过去看看。是无心四哎，是哦，对啊，所以它有出现哎。哦，可能难道是旧版地图它其实设置比较远的关系吗？我看到你的无心在这里，有没有看到我？我在跳，我在跳，这里有，然后沿路上都是怪，还有我来救你啊！对，你没有武器，我没有十字弓，来，武器给你，这里。还有你的弓箭在哪里？你的弓箭，找到了，这里，有啦，我干掉一只了 ，nice。所以你看到地啊，在那边呢、欸？对啊，欸，真的是在很远的地方才有哎、欸。然后我们可能要拿个火把，欸、有火把吗？酷哎、欸！我的火把好像都忘记带。我来看一下我的，因为我们太兴奋了，因为本来不知道会有这个东西出现。对啊，这个也是蛮让我惊讶说。我没有带，我终于有用了。耶、yeah, ，阿神，这个今天的大发现啊！等一下我先把自己身上的东西清理一下啊。哦，头上有东西不行？有。Whoop Creeper Support， 我干掉他了。里面可能有很多生怪砖，要小心哦。然后我看到Zombie Commander， 先干掉他。他是精英。Ouch 。对，他是精英，我看不到东西了。Ouch！ 还打雷耶，我帮你顾你的屁股，你的屁股后面那边有一只，我先把它干掉，以防他过来。我看他能不能出来好了，不然一直在里面很难搞。有了，出来了！哇哦，长不一样哎！村民僵尸，哇、哦，好大只哦！是他很大只，还是我的错觉？应该是他变大只了，小心！有，我在后退，我不知道他现在位置在哪。他死了吗？应该死吧。对，他死了。OK， 我忘了说 ，Zombie Commander 他有时候会伸出那个 Giant 巨大巨人。对， okay, 我先把身上包包整理一下。啊，又来了！哇，出现 Giant！
可是 Giant 其实没有很有威胁性，它只是很大只，感觉是它好像只是攻击力高而已。对，我们可能要先插满火把。对，然后我先把身上一些垃圾给清除掉。哦，新的冒险开始了，然后来攻略这地道了。B team 就是缺这个东西，缺冒险。今天我找到了拯救 B team 的东西了。你在干嘛 ？Hooray！ 哦，杜鱼哎、欸，我刚以为是我中毒，没想到是杜鱼。吃个东西好吃。这里实在太危险了吧？前面那个是什么？哦，原来是生怪砖头。岩浆史莱姆。哎、欸，这附近真的是有一大堆奇形怪状的东西、欸。对。这个看到生怪砖就直接敲掉，不用留。我听见的是你听见的东西吗？下面有一大堆怪啊，对啊。对，我听见了奇怪的声音。好，其实有个方法就是倒岩浆下去，只是我忘记带岩浆。可是这样听起来很暴力耶。这是无法攻略的时候的解决方法。哇，这可以洗东西耶。对吧、啊？一个非常恐怖的地牢。我刚刚是不是有一只 creeper 从我头上？哇 ，creeper！ 哦，你后面，你后面。好，生怪砖。它会生在一楼，这是不是有点危险？哎，真的好多层哦。对、啊，就跟我们家的设施是一样的。哦。Oh my gosh！ 等下吃一下苹果。悟星这边可以插个那个，插着火把。我是否可以拿几个火把来？好，你要。OK， 我拿到一根，一根火把掉到地上了。我要吃的苹果，好的，还没有回血。你还需要苹果吗？我这边还有几颗。我有，只是他拿一下药水了。OK， 好，我们先把这个给封印起来。哦，后面有只。哦，又是 support creeper。OK， 这地下的洞有点多个，我们是否要把它填补一下？他再一不小心，我们就会掉下去了。OK， 方块没有多少方块。哎、欸，我拿到下面的箱子，里面有盾牌，上面那个盾牌叫做这个，你看看悟星，我丢给你。好，这个叫做 Stop Worm， 停止虫虫。哦，这不是盾牌，这是一个气动模组的程式码。哦，那个 Worm 不是虫虫，应该是卵，是不是？类似一种防止病毒的意思吧。哦，防止，因为它是一种那个治安的攻防战的一种东西。下去了吗，悟星？哦哦，等一下，我不是很确定。真的吗？我来喝个回复药水。好，那我也来喝个回复药水。我们身上有东西。等一下，悟星，先你下去了。我不小心掉下来了。那我下来了。好，来一个插火把时间。悟星，你先继续攻击，我来封印这个鬼地方。OK， 封印。地上还有一只杜鱼。会升。Nice。好，我们攻略完一层了。耶、yeah, ，把这钥匙打掉、欸。他是故意在那个地方的吗？大概了。哦，对了，他后面有生怪砖啊，难怪。这黑曜石里面可能都有生怪砖。哦，所以我们要把黑曜石打掉，是不是？对。果然。用力。我有在挖他吗？有，我有在挖他。其实应该没有，下面可能有很多烈焰石，有没有防火药水？防火药水吗？我身上，我们不是有防火装了，所以我们才决定没有要用防火药水。对，可是防火装要有全套才有效、啊。也是哦。我先把身上一些垃圾丢进去好了。好哇，这边有很多东西可以掠夺。对啊，哎呦，所以代表我们这个模组里面是遇得到，对，遇到这种的。还记得我们在还记得我们在好几集前的改版曾经说过有这种东西吗？对啊，哦，可是我们那时候一直以为就是要有新的地图它才会出现。嗯，好诶、欸，来，这个丢回去。哎呀，我都清干净了，我都清干净了。那我们先来攻略下一层吗？这个是黑曜石玻璃呀、啊。哦，巫婆，原来还会丢钥匙。哦，黑暗中毒吗？啊，用力往下射就对了。对，你要小注意，先插个火把好了，再插一根。好，
们先来攻略四个角落吗？好，就是把墙壁都插一些火把。哇，他们完全叠在一起耶。对，然后又有僵尸，不对，又有 creeper 跑上来。那个巫婆好痛啊！这个药水真麻烦。我听到奇怪的声音。啊，他上来，他上来，他上来，在你背后，在你背后，巫星。啊，我下来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吃个苹果，马上下去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好，我来疯狂，疯狂射击。你还好吗，巫星？还好，还好，血还有。好，那我先插火把封印。已封印，还好现在没有那个 PVP 啊，啊，剩下都是小编了，对吧、啊？应该是没有下一层。可是我还听见一大堆那个的声音，你知道吗？有，可能是卡在墙缝缝。哦、啊、在头上，在头上这里。哦哦，还有生怪砖，我们找出生怪砖。好的，看在哪里。OK， 是在这个后面吗？看有没有很奇怪不明显的地方。没有，但敲这个都会哦人声欸，什么东西还有在进行着吗？有可能哦，只是目前不确定。啊，会不会是这后面？哎、欸、又来，我看一下有没有在这后面的东西。有，找到了，敲掉啊，可能藏在这里面。对，藏在那里面。火光这上面那个 ，nice， 哎、欸，这里面资源很多哎、欸，对啊，哇，也不需要丢回去，我又敲掉一个了 ，OK， 还有声音哎、欸，会不会是楼上？真的楼上？哦，就是你啦，哎呦 ，C 九呢？哇塞 ，C 九是什么？C 九就是之前打凋零结果没有打到的一个还蛮珍贵的东西。好、哦，声音全部结束了 ，nice， 解决。好，我把身上的东西清一清。然后我把这个电梯给 A 走好了。还可以加盖有没有？对吧、啊？我身上的东西嘛，因为它需要消耗中介珍珠啊，所以算节省材料。好，我把一些资源吸走。这里面其实很多方块我们都可以拿走哎、欸。对吧、啊？看要不要当建材之类的。可以填补基地啊。